最后一遍特别垮，特别紧张。有，主要是这几天太累了，没有睡好。这几天学的舞太多了，惊喜是我新花色，妆容也会觉得有，应该有想设计吧。嗯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这段时间真的太忙了，但是总觉得那一天会展现比较多的舞台吧。我希望拿出最好的状态呈现给你们。我希望不要丢我们老板的脸。怎么打扣？真的？那更要表现好。刘梦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不要让老板失望。